你们快过来！噔噔，哎呀，小心啊，慢点啊！别以为你是带路的就可以。哇，是海啊！乐乐，你再仔细看看海的对面。那难道就是神庙？那一定就是西王母的神庙。看着很近，但中间隔着这么大的一个海，我们要怎么过去啊？我们飞龙几个有飞行摩托，可以直接开过去，但乐乐和佳怡就……好了，我们准备好了。哈，这样是到不了那边的，乐乐。我们到得了吧？根据我的数据分析，我们有86%的几率会在海中心因力气用尽而沉入海里，13%的几率会遭遇天气和海里意外，到达神庙的几率只有1%。那我们就地取材，帮乐乐和佳怡造个木筏，划过去吧。哦，对，木筏，好主意啊！就是制造木筏的行为吗？哎，不不不不不！没想到司徒乐这小子居然这么快就到了银武之海，可恶，新怪兽的设计图我还没画好呢。老大，咱们不是有个现成的吗？他，我之前把它造出来只是当做金鱼来养的呀，不过呢，这要改造一下它的程序也不是不可以呀。老大，不行啊，这么可爱的怪兽拿去给司徒乐糟蹋不值得呀。大傻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想说老大会输吗？他有赢过吗？把敌人给我捞出来。老大不要啊。哈，想不到这木筏真的能过海，很牢固啊。当然，这是靠深蓝的精密计算和制作才能制作出这么稳的木筏船。对了，佳怡，如果真的通过了最后一关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自己也不清楚。水里面好像有东西。乐乐，敌人，半人半鱼，兴风作浪。司徒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天王，这回也太阴险了，差点就淹死了。我们上。可恶！钢铁飞龙，乐乐，是时候召唤机甲战斗了。知道了。神兽巨龟，机甲召唤。
狂杀。天王，也让你尝尝我们的大鲨鱼的厉害。加一，明白。全速冲刺！哈哈，什么嘛，绣花枕头一个。乐乐，鄙人在这片水域有天然的优势，我们可不能大意啊。哎，怕什么，咱们的巨鲲也同样是水上的强者啊。是吗？如果你是强者，那我的鄙人就是王者了，这是还给你们的。哇，什么鬼，自然是好东西喽。不好，我们的机甲中病毒了。什么中病毒？动不了了啦，这也是病毒干的吗？病毒已经劫持了我们的操控系统，把我们的权限锁住了。那怎么办啊？当然是等死了。警告，机舱氧气不足，机舱氧气不足。动啊，快动起来呀、啊！我们必须得先清除病毒。啊，那怎么清除啊？我把我的系统跟机甲连接在一起，从内部启动杀毒软件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可是，万一你也被病毒感染了怎么办啊？相信我，系统连接中，启动杀毒程序。啊，十分钟了，看来斯图勒他们这回真的完蛋了，回家吃饭喽。什么？天王，你落下的东西还给你。啊，搞什么呀，我自己设计的病毒对我可是无效的呀，怎么可能。不好意思哦，是我对你的小心心，这个你要改动，你别介意哦。什么，可恶啊。你这次完蛋了，天王。黄沙暴风炮，冷了，哇！巨鲲，巨齿黄沙，蕴含巨鲲的水之力量，在空中进行炮击。怎么样？他没事吧？没有检测到有残留的病毒，不过强行接入巨鲲机甲让他的系统负荷太大。说人话。他太累了，得好好睡一觉。哎，今天能胜利还多亏了他呢。哎，这家伙什么都好，就是太拼命了。你们说呀，佳怡他作为一个 AI睡觉时会梦见什么呢？你是谁？你猜猜。
佳怡，乐乐，我是不是把你吵醒了？没有了，倒是你，什么时候醒过来的？怎么样，他没事吧？没有检测到有残留的病毒，不过强行接入聚坤机甲，让他的系统负荷太大。说人话。他太累了，得好好睡一觉。自从上次和敌人打了一架，你就一直睡着不醒，连续好几天呢，大家都担心死了。抱歉，我也没想到重启系统需要这么久。谢谢你这么关心我。喂，毕竟我们是同伴嘛。这荒郊野外的，怎么会有歌声？不过这歌声可真好听啊。哎，乐乐，醒醒醒醒啊，醒醒，谁这么大胆？是老师我。司徒乐，睡觉睡到迷糊了吗？我再睡就出去罚站。坐下吧，咱们接着上课。怎么感觉我忘了什么？小明买了三斤水果。乐乐，醒醒啊！乐乐，快醒醒啊！乐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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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啊！乐乐，快醒醒！是夜。乐乐，你现在看到的一切，都是天网给你制造的梦境。我乐乐，你再不醒过来，我们就完蛋了。对不住了，乐乐。乐乐，你终于醒了。你们也醒了。我刚刚做了一个好奇怪的梦。那都是天王搞的鬼。我们醒来看见佳怡在拉着你。突然湖面射出激光。那佳怡呢？佳怡没事儿。看来是天王企图用激光数据把病毒传送进他的身体里。那天王人呢？被我们打跑了。你们怎么打跑的？他可是有大机甲。哎，这不是重点了。哎，你们听到了吗？听到什么？又是哪儿来的歌声？我们什么都没听到啊。就是啊，乐乐，敌人都被我们赶跑了，哪来的歌声啊？万一他又回来了呢？哎呀，这不是重点了，重点是我们安全得很。真的吗？哪来的安全？哎呀，这不是重点啊。哎，我怎么老说这句话？因为现在的一切都是梦，是敌人制造出来的梦境，你只不过是从一个梦跳到了另一个梦罢了。毕竟我就是你的潜意识啊。佳怡，这回我没做梦吧？佳怡，我们快点离开这里。水中的顶级猎手，无人能摆脱其猎捕。我刚刚做了个好奇怪的梦啊。喂，打起精神，我们要战斗了。佳怡，山海神兽融合召唤。
启动清醒模式。星元爆裂战斧，光一击！司徒乐，看来你已经识破了我最近制造的梦中梦程序了吧？哼，你这个家伙，整天耍这种阴招，是不是不敢跟我正面打？只要能赢你，管他什么阴招阳招的，乖，只怪我之前唱得太小声了，这回可就不一样了。啊！已经把机器人外层的空气都抽走了，这下没有了传播介质，我们就听不到敌人的歌声了。干得漂亮，佳怡！这回轮到我们反击了，岩石兽神大剑！去吧，我的水龙卷！是我的终极防御模式，抽刀断水，水更流的道理，你懂不懂啊？可恶！一定有让敌人无法液化的方法。无法液化，也就是让它保持固体状态。既然是固体状态，那就是冰喽。上吧，白狼模式，冰狼无双尖枪。没用的，你是伤不了。什么？不好，动不了了。觉悟吧，天王。漫长的一夜总算结束了，天网被打败了，佳怡也恢复了，这下我们又能继续前进了。我有预感，以后的战斗只会更加困难，我们要做好准备。我不知道你们，反正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也是。就是这个精神，向西皇母神庙进发。哇！